隧道，你看这边都已经通到下一个车站了。那我们现在就将我们麦克风交给这里的定点导览工程师哈，来，阿伯啊。上面靠近建中这一侧，那这一侧是靠近历史博物馆这一侧。好，那等一下，我相信大家都很想进去拍照，但是麻烦大家就是不要超越那前面那个标示哈，不要尽量不要超，不是尽量不要超过，没有尽量不要超过。那这个是软的。小心。那个是软的，不要管。快点，快点，然后我中间下去吧。小心哦，那个有想要请人帮我们拍照，我们都可以请，都可以请我们那前面那位小姐。
面，另外一口往我们那个下一站挖过去。所以这个是月台，这是月台城。哦，这就是月台，现在岛式月台。哦，通常一天挖多少场？一环是一公尺吗？一公尺，对。哦。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今天这一站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地下车站的生命周期。那首先要提醒一下各位贵宾哦，等一下会后面有一个那个简单的问答，那等一下答案都在我的介绍之中，那请大家仔细听。来，首先我们第一步，站车的一开始就是唯一架设，相信各位在来的路上有看到我们。最上方都有一些那个围篱啊，就是主要这个动作就是要把我们施工的区域围设出来，那以免那个一般民众会误闯。那第二步假设工程主要就是做什么？第一个连续壁施作，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道墙，像刚刚前面的提到，这就是所谓的连续壁，要把我们整个工区外围把它闭合起来，然后这样子我们在开挖的时候，那个我们开挖的时候就比较安全。那第二个点，支撑架设系统也是属于我们假设工程的一部分。你们刚刚这边一支一支的型钢，它的用意呢，就是我们在开挖的时候会有上向的土压力，会把我们连续壁往内部集中，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样的力量把它撑回去，所以我们的壁体才不会变形。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目前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属于我们结构工程的一部分。大家请看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剖面图，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哈，仔细听哦，这个就是以后我们列车要行进的轨道的部分。那之后两边的隧道挖通之后，就会连通轨道，就会从这边经过。那你们看一下后方现在这个位置，后方的位置哦，就是以后你们在车站的月台的部分，好，月台的部分。好，那结构工程之后呢，再来就是装修工程。就是大家想的很自然，就是我刚现在这些都是毛坯面哦，之后就会做一些装修、一些修饰的部分。那最后的铺修，铺修怎么会铺修呢？就是你们大家上方的南海路，我们之后就会铺修成原样，就是一开始南海路其他是一个双向通行的道路，目前因为施工的期间，我们把它改成单行道，那之后就是我会把它铺修完成，变成原来的双向通行，最后就是完工。好，这个工程就是完工了。这样是我的介绍。那各位，这个贵宾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呢？如果没有，好好介绍我们的领队来提一些小问题，或者是简单的互动。哎，我看你可以。
再往后靠靠一点，大家可以比较看得到这个海报哈。那我们前盾在施工的时候，这是我们前盾一个施工的一个大致上的流程啦。那第一个流程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镜面的试水。那这个目前镜面的位置，如果说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话，就是在这边，我们会搭架做镜面试水。那试完水之后，确定我们前面没有水的话，我们就会做一个镜面的一个破除。破除完之后，然后做镜面框的安装。安装完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前盾机的一个阻力。那不知道刚各位有没有在上面看的影片？那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上去大家看一下，就可以知道我们前盾机组装大概也是要花蛮长的一个时间哦。那这张照片是那时候柯市长来做一个视察的一个照片。那前盾机阻力完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掘进的作业。那掘进的作业就不外乎包含就是环片的运送，然后环片的阻力。那其实这两个就是一直重复的动作，环片阻力完之后要继续掘进，然后在掘进的过程中就会做环片的一个运输。那这张是一个掘进完成的照片哦。大概各位有没有去看到有没有看那个已经完成的隧道？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已经把后面的东西全部拆掉，包含围整跟一些管也会拆掉。那这就是一个隧道完成的照片。那隧道完成之后，那当不是列车就可以通行，我们还会再做一个羊狗。那刚才那边应该大家照片应该有看到，就是海报的部分。羊狗做完之后，然后才会让列车做一个通行的动作。那因为在掘进的过程哦，台北是一个盆地，那在这边以前是一个古河道，所以我们会有掘进的过程中会常常都会碰到一些流木，其实这是流木的照片哦。那另外这是贝壳，那我们目前挖到最大的贝壳大小大概有40公分左右。那这张照片是大概20公分的一个大小的照片。那这就是大概我们前段机在一个掘进的一个施工流程。那大家往前走好不好？那我们这个站是叫做 LG02 植物园站。那其实往林山就是，其实它有两条隧道，这边会有一条隧道，这边有一条隧道。那我们目前正在掘进这条隧道，那我们这条隧道目前在掘进中。那刚才各位有看到那边有个前盾机的一个排放，那个前盾机的直径是6克，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圆的直径是，我们叫做环片，这个直径叫做这个直径是六米，大概前盾机会跟这个排放。灰色的这根管子，这是受控管。因为我们现在里面前盾就是在隧道里面有在做一些前盾机的一个保养。前盾机就跟车子一样，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其中会有1天到2天做一个保养的动作。那今天我们要在做保养，所以里面需要一些受控的设备。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土方局的时候。
所以它是需要一个反地的作用。所以我就是之前这边是有一个三角环，我各位看一下啊，这边有柱子，对面表针这个有柱子，这是一个作用的反地作用。这边的这边有斜的、整的，然后推的，就是要这样的反地，是不是应该才可以往前走？
这边实的，这边我们那边有准备哦，没有，这下面是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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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空的，对，有四个通道可以让人员进去里面维修。准备看影片，
第二组了，准备出发喽！一起坐，我们跟进去比比看。传统遗址都挖掘了，这个是这两个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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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然后对我们的遗址抢救，还有我们的分掘，有一个初步或者是更深入的了解。有兴趣，手机拿上去就可以照了。那现场施工的一个相片啊，我们各位看到这个，我们很多人在里面去挖掘这个里面的一些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用人工哦，还有一些小手工具哦，慢慢把它挖出来的东西。那在那个发电机发电作业要开始之前，这个挖土机大概会提前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大概两分钟就挖一场。那这个生产的时候，因为这个只能挖一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天大概用了40个人在挖。那我们标的几个隧道是？那距离现在大概有4000年，4000年大概就是标的那个皇帝再下来就是夏商周，大概那个时候的一些东西哦。大家看到那个信长谱的话，大概就是夏商周的时候的东西。那我们挖出来的东西会做一个拓模，因为我们就是让我们现场可以做一些，然后可以做。那大家看到这些这个就是以前他们所归坑，就是我们的垃圾场。那前期，那他们以前把家里面打破的一些陶罐啊、瓦片啊，都丢到垃圾场。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帮他把它清出来。你发现很多的前期都是这个以前的东西，这个大概都是距离现在大概都是4000年前的东西。那因为看到这个这些那个。管子哦，那个这个大概就是比较近现代的，大概就是民国初年那个时候一些东西。那这个是2000年前的文化村，大概就是在东汉西汉交接那个时候的一些东西哦。所以这个是一样，这个是一样，这看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一个那个缝子哦。那各位看到有一个比较漂亮的这个玉环哦，这个是玉环跟那个手镯跟玉环。那这个也是从我们工地挖出来的，那这些东西大概，这些东西据我们那个庄元彦老师跟我们讲，应该是从花莲那边的玉石那边，他应该是坐船卖到台北。那这些大概就是晚清跟民国民初的一些那个瓷器的东西哦，那我们挖出来把它整理，大部分都是残破的东西。那接下来看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哦，有一些斧头跟锄头的形状，那前先人很厉害哦，就把那个来使用哦，所以这个就是先人的智慧。那各位看到这个树皮拨打棒，树皮拨打棒就是以前因为没有布，那以前先人他们都是用树皮把那个树的树皮扒下来做成衣服，哦，就利用这个树皮拨打棒去做成衣服，把它扒下来再把它打一打，打暖又当做衣服来穿哦。那这就是我们在现场那个挖的一些东西，回到那个室内哦，会去做整理。那整理完以后，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工地大概就是在植物园遗址的范围内哦，那我们的以后车站就会把这些东西挖出来的东西，在车站的出入口作为一个陈列展示。那各位以后如果在经过这边有兴趣，其实可以来这边做一下参观跟回顾。那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以前那个信长谱，就是在以前挖到树根的一个相片哦。各位等一下有兴趣可以把手机拿到上面，请我们的上面有专人可以帮各位拍照。因为各位看起来哦，这个就是我们现场拍出模拟的一个相片哦，其实效果蛮好的。你会发现
好，精度非常高，那就等于是我们玩那个乐高是不一样，只要一个坏蛋，不用走路多。对，那我们这个环片就是刚刚影片中就是隧道在前阵机在决定之后环片会组装，那组装的时候组装完成环片就是会有个反作用力让前阵机前进。那我先大概再说明一下，环片就是我们一个圆有六片组成，那它有五片比较大片的，那这个是器型的 K 片。那它的目的为什么是器型呢？就是因为日后组装完之后它有一个破解的作用。那这个洞就是我们螺栓连接每一环，环与环片与片都会有连接处。那环那一环一个圆的那个环总共有十二支螺栓，那纵向的部分有十支螺栓去做连接。那这个环片的厚度是25公分。那台北捷运的环片以往会因为隧道的深度不同，它会设计不同厚度的环片，那通常大概是30公分至20公分厚。那本标的厚度是25公分。那这个环片的背后黑色这个就是防水，我们日后挖完的隧道前阵机挖完的洞组装完环片，那会跟土体接触，那这个前阵机的缝隙跟环片会有个缝隙在，那我们会去做背帘灌浆，那这个就是做一个防水的作用。那第一道的沟槽就是我们日后会去做一个止水胶条的，在组装之前会做止水胶条的粘贴。那第二道环片的内侧是在隧道完成之后再去做阳拱跟步道之前会去做第二道的防水的粘贴。那这个是一个环片大概的说明。那现在要跟各位说明的就是我们环片在生产，就是前阵隧道工程在施工之前，这个环片大概会在预期的前一年半就开始生产。那这个一次生产的量非常的大，那本标隧道有1628公尺，那算起来将近快10000片。那这10000片怎么管理呢？那以往以前都是用纸本记录，那这个会比较容易造成一些就是资料的流失。那我们后来因为前一阵子石安风暴的发生嘛，那我们把那个石安风暴后来不是有一个产品石安的履历，我们把这个概念应用在工程上面。那各位民众可以往这边看一下。那因为我们环片在生产的时候有9大的管理，那7大管理会在预铸厂工厂端，那2大的部分就是工地的收获跟使用。那前7大的管理主要就是它这个九大项里面总共有40几项的检验点、啊、那我们这7大项检验的过程的一些记录跟资讯，我们会用 Excel 表格把它建立起来。那在环片在生产的同时，我们会把环片给它一个履历，就是它的身份证。那每一个环片的号码它是不会重复的，因为它的最后一个是流水号，不会重复的。那日后我这个环片生产完，我就会有一个条码，我之后就可以去扫描说，哦，这个环片里面的一些检验的状况跟资讯都可以直接用这个条码去查询。那因为本公司有设计一个 APP， 这个 APP 就是让工程师在工地端为了方便查验，然后了解这个讯息，然后我们就把 APP 打开扫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基本的讯息啊，就是日期啊，然后碰压程度啊，然后批号，然后一个涂装的厚度啊，跟什么时候出货、什么时候收货的。那有了这个之后，就让管理这个管理的动作会比较轻松一些。那日后还有一个安装的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目的就是，当我这个东西用在哪里，我日后可以去回溯，可以去查询。就像我们今天吃了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去回溯我在哪里买啊，那它的生产产地是哪里，诸如此类的。那每个号码都有它特别的定义的，
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些讯息，这些数字可以得到一些讯息啊。那这个就是本标最大特色，环片履历。那这个也算是国内首创的了，在工程上面就是用二维条码去把它建立资料，这个概念是本标算是国内首创的。那以上为各位说明。看着这个举牌人员移动哦，第四组啊，我爱捷运，第四组这边，来这边，第二组集合了，第四组来这边一点，集合，第三组，第二组，零零五啊，快起来，用那些颜色，好来，第三组，
我们赶快集合完，赶快去换装备，要不然要等很久。快点，我们第二组先出发，距离你们的餐点哦，跟着前面的人移动哦。第三组走喽，换装备，领吃的。粉专按赞送神秘小礼物。那在中间的部分有二公处的 FB 粉丝专业，按赞送好礼。